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11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 啊，是降到了50，比预期是要来得差，更是创下了28个月的新低。那么这个对中国经济有什么预示呢？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澳新银行高级经济师王蕊小姐。王蕊，您好。哎，你好。你好，从今天公布的这个 PMI 指数来看啊，是放缓到了50，并且是创下28个月的低位。您认为这个数据放缓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如果是从这个制造业的指数来看的话，包括生产以及新订单在内的指向呢，都是在10月份有一个进一步的下跌，那么同时呢，如果看这个非制造业的 PMI 呢，特别是和这个购进价格以及销售价格相关的指向指数呢，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跌，我想这个应该是主要造成两个这个 PMI 指数下降的一个原因。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PMI 50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荣枯分界线啊。那么这一次到达这个50指这个点位的话，是否是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会面临很大的一个忧虑呢？您觉得？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到的包括制造也好，非制造业也好呢，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的形势呢，确实是比上个季度呢有所放缓。那么我们也觉得，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PMI 指数的下降呢，有可能会导致4季度 GDP 呢会有一个相对于3季度来讲有一个进一步的放缓。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包括央行也好，包括政府也好，也在陆续的出台一些经济调整的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呢，有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呢，对经济增长的动能提供一定的所谓的稳定剂的这样一个效应。是的，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习特会其实对于市场也是非常的有影响的，备受关注啊。您认为这个即将在周末他们会面，您觉得双方达成这个协议的机会大？我们知道特朗普也是刚刚就发表了一些言论，您怎么看？其实对于习特会来讲，我们其实一直以来对中美贸易战这件事情的进展呢，都是相对来讲比较保守的。那么特别是关系到其实不只是贸易领域，还包括更广泛的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其实呢这一场的所谓的争端也好，所谓的这个问题也好，其实并不是可以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那么所以我们其实退一步来讲，就算是在习特会之后，可能双方会发布一些所谓的一些停火协议又好啊，或者是对于未来的一些前景的一些比较正向的展望也好，并不能够代表，就是说从未来习特会之后，那么中美贸易战的这样一个风险性就大幅降低了啊。相反的，我们觉得其实美国呢还是有可能会在未来呢对中国的各方面的包括贸易啦，还有投资方面的这个领域呢会进行进一步的控制。那我们再回到看回今天刚刚出炉的这个最新的内地的经济数据来看啊，看到这个新出口订单啊是持续低于盛衰分界线。那么您认为这个中美贸易战对于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影响会持续加大吗？我想从出口方面来讲，应该会是在明年见到就是进一步的下行的这样一个影响，因为在这个今年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出口数据其实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疲软。那么我想和一些出口商提前发货以及人民币的贬值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在明年，如果说我们真的看到特朗普会把第二轮的关税的税率提高到25%，甚至是对其他中国的其他出口进行加征关税的话，我想这个影响，负面的影响应该会慢慢的显现出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整个市场信心的这样一个影响，如果是说真的继续看到这个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对峙的情况的话，我想这方面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应该会在明年的时候也会比今年可能会更加的显现出来。那现在即将进入到12月份呢，那您对于这个12月份的 PMI 指数会有一个怎样的预测呢？
其实现在看起来，我想，对于12月也好，或者是说对于四季度也好，我们现在总体的一个感受就是，相对于三季度确实是有所放缓。那么，我们也是相对于如果是从 GDP 的增速上来讲，那么上个季度我们有6.5这样一个增速，但是整个四季度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预测是6.4左右的一个增速，那其实相对于三季度是有一个放缓的情况。当然像我刚才所说的，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政府还有央行各方面的政策性的调整，那么也不排除在未来这段时间还会有进一步的政策性的动作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在10月份的数据里面有这个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呢，它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强劲的反弹，那么这方面我想在这方面的话应该会对经济的这个整个的动能会起到一个相对来讲的一个稳定的作用。我们也是想要再问一下，就是您说到的这个中国出口方面受到贸易战的影响是蛮大的，但是我们知道10月份的时候其实这个数字没有这个月那么的差哦。您觉得就是接下来中国出口在这个情况之下怎么去保持这个大幅的增长呢？我觉得如果是从中长期来讲，其实整个中国整个出口的结构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和整个中国的大的经济转型相一致的。那么在过往呢，中国的出口呢主要是以低端附加值为主，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想应该是着重于高端附加值的出口同时呢增加出口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高生产力的这样一些部门的一些出口呢，应该会有助于中国在中长期保持出口竞争力的这样一个趋势。谢谢 Betty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好的，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广告过后马上回来。